净空老法师，一门深入是成功的秘诀。学习不能匆促，不能慌乱，不能贪多，不能急躁，贪多、急躁是学不出东西来的。D， 审慎的意思。做事慌忙，则必将失败与后悔，一定要稳定，一定要懂得专一，专一是成功的秘诀。一门深入，一门莫有学透，绝不学第二门，你的心才是专的。学这个还想学那个，学那个，你就乱掉了，你的精神分散，时间分散，精力分散了，你怎么能得到效果？你同时学三样东西，你的心向三个方面，那个人一生他专学一样东西，他莫有杂念，他就是一条路，他的成就决定高过你。你学的很多，自以为广学多闻，不见得比专修的强，专修的虽然不广不博，他生智慧。因为他一门，一门容易的定，得定就容易开会，莫有学过的东西，他一看就明白，一听就明白，你比不上人家。中国古圣先贤这一套，跟佛门祖师大德所传的这一套完全相同，妙不可言。现在很多人不知道，莫人讲，也莫看到过，都学西方的。西方的是广学多闻，同时要学很多科目，真的，精神、体力、时间全分散掉，都学了一点皮毛常识，一样都不精，一样都不通。学的再多，讲得很凌乱，不能解决问题。这是我们最近十几年深深体会到的，才知道古人这种做法太高明了，这是真实智慧。文摘公路净土大经科注第481集，2012年8月20日当明，02-037-0481。